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不是这张卡的问题，也不是队长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算错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天元不用啊，天元等一下最后再试，因为天元是最简单的，绝对不可能翻船，所以我才把天元放在最后。一失误就开龙科，往这边。真是一，真是变身，再加真是一，再加这个，好，基层打过了。不然，可是刚刚那个指定 combo 盾，你又不能用无视指定 combo 的，因为你要转到它才会自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无视指定 combo 的也没用。哇，这什么鬼天将？真是的，界王拳还在，88亿，第五关，开路形态，炸板，降低回复，回复归零啊，不是降低回复。不然英格利的这回复力哈，很危险啊！四康。三四，这边绝对不能够失误哦，先讲哦，你这边没有容错率哦，每回合都一定要转到哦，不然是撑不住一下的哦。所以这边压力我就觉得蛮大的。你有界限突破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撑得住。
但是没有界限突破的话，你不能15，像这边8了嘛，这边就不能15。一二三四，这边四康。一二三四，如果不开英格力的话，我怕他转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秒数比较短一点。这边有8康吗？这边好像有8康哎，还是我们直接转？直接转。有龙科，龙科要往一开的，你这边不能开龙科啦。六 C， 二三四六，好，不行延迟。你这边开龙科，你等下王冠就 GG 啦，对不对？那不过这个队伍呢，我带火龙使就是要撑血量。为什么要撑血量？就是为了要撑这一关。这一关的话是打。好像是打78000吧，78000多啊，所以你血量只要撑到超过78000，你就可以在这边慢慢打，完全不怕。没有，血量只要撑到78000，你就这边，反正英格力也不怕那个燃烧嘛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边慢慢打，每回合都回满，他也不是越攻越强，所以就慢慢打就好。你看，其实英格力的转出秒数啊，要转八 C， 手敲八 C， 没那么简单。除非版面不错，不然其实有点紧绷那个时间。这边开达格不就好了？达格我是要留在王冠挡使用的。来这边先洗一会儿。然后开龙科延迟。然后再洗一回合，其实也不一定要挡死，因为他打第一回合扣60%，再来是扣80%，所以你也是不会死，所以这边其实也可以不用开打嗝、哦、好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开英格力，然后就变二消了嘛，对。因为它是60%，再来应该是80%，所以它的扣血呢，照理来说是打不，只是因为这队回复力高，你其他队伍的话不一定回得来，所以带个挡死比较安全。好，这边呢，第一回合看你要怎么开哈，开个这个也可以，然后加个英格力有没有？加个英格力。然后下一回合开个真嗣，界王拳就过了。来这边开真嗣，炸板哈。就这样子，英格力队，这一队呢也是可以解4属性成就。